换牙赚了，更不换了嘛。你走，走，我也赚了。几个吃的？几个惹不惹哥？我这是二八月乱穿衣，别问吃啥呀？啊，吃啥？吃点该吃的。这家伙又来了，零八八，好。咦，二哥，几个来完了？来完了，这是该吃饭了。拉小一了，那能做那个零八八不吗？我今天会看，现在人会算啊。来，首长上车，新娘子请上车。来来，新娘子上车，新娘子请上车。走走走走。老板下车到了吗？老板给出来了。啊，老板娘下车。谢谢。今天啊，走他了。哦，这不是有烩面的对象，都有小二哥几个人，天天早都变了啊，天天吃鸡，有鸡的地方都有小二哥。二哥，我来，我开门，我开门。来来来来，请进。四十八份小份，老式炖炒鸡，五十八一份，七十八大份。要上汤。说鸡别带八，文明你我他。二哥，老板，老板。老板的俩，老板娘的俩，要个啥？烧烧鸡。烧烧鸡。要个小份儿还是大份儿？大份儿，大份儿。喂哪了吧？麻辣麻辣了。喂哪？喂哪？香椿炒鸡蛋。香椿炒鸡蛋，鲜乌。鲜乌吗？那你现在当今最鲜的。炒嘞。今天炒价三块钱一份。这三块钱一份，这个便宜比你赚。这酒味都要完。炒鸡蛋完。俺喝着免费的粥，我好气了。端上来完。来来，俺这感谢感谢你啊！啊，感谢啥哥？这感谢啥嘞？来吧，俺家十来公里，从右边呢。我天天都来搁这等你了，天天来蹭饭。老板娘接我肉嘞？老板娘接我肉，我亲自过去。这话说的有毛病吗？要用他的车队。我想啥吧，摆新郎官知道了。我咋说嘞？新郎那俩字可难写，那俩字咋写的？老铁们能知道那俩字是啥吗？新郎。手巧。金陵手巧，哎对，金陵手巧。我知道那两个字，那两个字应该不管说。只要心里有啊，来来，只要心里有，啥都有。哥，这是不是那个烧肉面儿呗？面条，面条的，那不都还烧肉面吗？他表弟，嗯，有点好吃。他这个菜可是三块啊！今天特价，这一种营销手段，今天这个三块。明年这个来是两块，我以为他这个菜一直都是三块。嗯，一直三块，一天来打包嘞。这个菜啊，啊，也是时令菜。啊，我那小人样，他都嫩长，这一块大棚了。应该是这样说的，在家老婆都有交代，出门儿少喝酒，多吃菜，够不着了站起来，站起来。香椿，香乌。哎，他这两人啊，三块钱叫他俩打完了，那俩叫他亏老多了，一个人一块五，还几十岁了。哎，老板送俩菜，尝尝尝，我跟你说，咱的特色，咱没有卖的好。谢谢老板娘啊。不客气，老板娘多了，是必须得送两块。这太客气了，他咋不送两个呢？一边炒鸡还吃一个。这老板说叫炒鸡对了。哈哈，几个是来吃炒鸡的，不是吃凉粉的。二百块，好吃。咱们香菇，好嘞，谢谢。呀，还带馍，上来了。吃，来，我先弄一个。金条啊，哥。金黄金黄的，谢你老头的青菜糕。这个金丝鱼五香味儿。我这不是多辣是吧？老二他爸在家嘞。嗯。我可没看到吧？嗯，你吃到了。还用大料，用老人炒饭炒的。他家两种，嗯，一种是应该是三花鸡，啊，便宜的；这一种是咱要的是芦花鸡。芦花鸡不是好吃吗？肯定芦花鸡好吃。咱配的土豆，配的肠粉。肠粉，所以说配菜啊，老铁们，根据你们当地的一种就是饮食习惯。你可以随意配，花粉、粉条、土豆、红萝卜、白萝卜、茄子，啥都可以吧。我的小宝贝儿啊，咱俩是一对儿啊，老铁们，来了，好，这个出来了，嗯，给老板，鸡头给老板，嗯嗯。
啥没有？豆豆，小脚，做几爷都是做他那样的，做几豆，做几回，从头做到尾。他说自己配的还没有。像玉米面饼吧。嗯，看哪？黄金饼。你从哪看这是饼呢？莫。哎，走了吧。给他们这东西搁一块吃饭，不走了，拜拜。二哥下顿去哪吃？这回白说我惹染皮了，你又来一个。快点转了，这不管怎么办？你走，走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给你做，我饼烧麻啊，哥，加呀。哈哈，别烧麻。